更有行动力。台湾三 G 微保电信。吴一王老师被戳破，但是可以看出了台湾社会有对这种不安定感的确非常强烈。我请教石田委员，尽人事听天命，地震没有办法防，可核灾呢，总要积极做一点事情吧。是我咨询过我们的院长，我们的经济部长说给我保证100%安全，没有一个有办法保证。所以我说核电是只有神采玩得起的货。我们的核市场外海25.6公里外有海底活火山，这个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给我的资料。我们的条件比福岛核电厂还危险呢。我们台湾的地质比日本年轻100万年，所以我们比日本还不安全呢。就今天。